你好，我叫李俊彦，我是民主大使，我效力于惠州选举委员会。我们在过去十一月举行了惠州州立选举，所有列入选民登记册的澳洲公民都应该要投票。如果惠州选举委员会没有你的投票记录，你可能会收到一封信问你为什么没有投票。这封信并不是罚款。个信封入面有一份表格、一份多种语言宣传单张和一个免邮费的回邮信封。表格上面有两个选项，第一个选项是解释为什么你没有投票，而第二个选项是透露几时投票和在哪里投票。由收到这封信当日起计，你有28日的时间告诉我们你有没有投票。将这封信放入免邮费的回邮信封，然后尽快寄回给我们。千万不要不理这封信，如果你不回信就可能会收到罚款。如果你填写表格的时候需要其他人帮手，可以打9209-0101索取传译员服务，或者浏览我们的网址 vec.vic.gov.au， 跟着按传译员的标志